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握笔哈。那我们来看，我说在稍微以前提过怎么握笔我觉得是现代人需要去了解一下哈，因为从小很多老师教法并不一定很适当哈。好，所以我选用呢，这是三角形的。三角形呢，我们说过在这边再解释一下假定这样子，你想要各种方向，三个力量当然是最方便。如果是你拿的是一个圆的笔的话那当然呢，圆的笔你在拿的时候，比如说这是圆的笔可是不小心可能就走掉了，除非你已经习惯了。所以呢，如果说你不很容易走掉，这三角形的笔还蛮不错的。那再来呢，这是由上往下三个力量就是这样，类似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们三点如果是横切面来看横切面来看三点最好你这三点最好就是在这一条线上，因为这样的你到时候施力呢会比较平均不会说如果这样这个比如拇指有的人会高或低，这样呢会造成一个力矩，反正你需要有一些力量来顶它这样就更多余的力量。那我一直强调呢，就是用最小的力量你才能做最轻松的书写的一个方式就是越小力，这样呢这种方式呢就用力比较少。我手脏脏的，刚刚有在洗钢笔。好，再来呢，我偏向于喜欢比较细的比较细的笔尖这个人喜好，这个没有说一定要强调。那再来这个笔是随便去就是吃东西的去找到的，应该外面也可以买到这一种。好，再来这纸也是一般的 A4 纸而已所以轻轻松松的写字呢比较握着可以轻松。它还有这笔杆不要太低高一点才能我们说不会太斜，太斜呢你这样子这根就会握住了。记住每一根放松放松，不要特别用力去抓太这样直一点就可以抓得更轻松一点。然后这用力要不要捏死它我常看到人家这白白就是太用力，要放松整个肉这边正常都是红色的比如说呢放松写的时候你才能去很轻易的写出这轻重的感觉就比如说一个横画轻重或者是摆动的感觉，我把它放大一点大家仔细看一下连续像这种连续的动作，这种弧度的处理，或者是三个连贯的，比如说这样一二三，或者是转圈圈，比如说我们说这样口或者是这样一个大的绕过来或者需要连贯，比如说以后常常会有需要连贯，比如说这个这样一直转的你唯有这样子这种方式呢这种才不会说断掉，有些写字是这样子然后这种急促型的不是很恰当你不能做一些很连贯的写法，比如说我写连续两个字给大家看一下，比如然而写草书，我可以快慢，有轻重，然后有好像在调呼吸这样子这样子才能够比较轻松来写。好，然后呢，我前面也稍微提过，再来呢，如果说要更轻松，当然有很多种方式。第一个握笔，像我还是觉得笔杆太细了。不够细，我经常写字一写就是一两个小时，如果这样握法握大概半个小时也会累，那怎么办这时候不是握笔的方式，是改进我再改良这个笔的厚度，我宽放再放大一点我呢用这纸滑垫，这很容易买，它很便宜你就把它绕起来嘛就是会增纸滑，而且又有一个厚度，虽然很丑但是这是我的权宜之计。当然，如果真的你觉得不好看，你可以随便用一个布漂漂亮亮的布包起来这样卷起来当然，有些钢笔就是本身就是很胖，但是
那些很胖的笔哈，其实我试过哈，好看但是不好握，因为会滑，而且太重，这个又轻，好，这样握呢就更省力，因为什么？力矩大，侧面力矩大，然后哦就可以很轻松，更轻松的来书写哈，啊，用力就哦更省了。比如说，我来看一下“轻松”这两个字。哦，我这时候写想要用力写，所需要的力量更少。哦，如果大家知道力矩的话，就力量乘以力臂嘛，所以力臂就是这力量到中心点的距离，力臂。好，哦，我可以写得更轻松一点哈，所以我目前像拿毛笔我都是这样子。哦，这样可以写很久。那还有呢，如果要更轻松，还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解决？有啊，大家注意看，我这桌子上这是个软垫，而软垫呢，哇，我要写出有层次感，就是要有轻重，有轻重呢，就是要能够表现出哦那个凹凸的感觉。那如果你下面是一个很硬的、很硬的，那你是不是要势必要很用力，或者是比较厚的垫板，也没有弹性？那我们用像写书法的软垫。哦，它本身比较软，所以很容易做出这个轻重的感觉。比如说一个点啊，哦，就有轻重。哦，当然，哦，太用力也是会破，要适当嘛，哈，哦，适当。而且横滑重，哦，轻重可以看到这样子，或者，哦，我可以再试一下这切进来的感觉，哦，或者是连续的感觉，都很容易做得出来。好。那有没有办法更轻松？当然有，为什么呢？好，我们选用我，哦，最近如果大家有在看我的纸，我的脸书的话，我选用这纸，啊，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就超薄的，这应该只有40磅到50磅之间的，哦。一般我们的纸哈，如果 A4 纸在80磅，有的是100磅，太厚了。那这种纸还有一个，它有点辣。啊，有点大的好处就很光滑哦，写起来。那这样子呢？这种纸如果直接在这上面写，很容易破哦。那我们还是放一张薄的啊，哦，这个 A4 纸，这样写起来呢，哦，就因为它本身软啊，轻，哦，就更容易很轻松的来写刚刚的东西，然后又能够表现出更多的一些层次感啊，写起来就很像。用小楷毛笔，当然，嗯，这有点夸张了哈。用小楷毛笔可能就要用美工笔、钢笔，但是呢，如果说用粗的圆珠笔，效果好不好？我个人认为不好，因为粗的话细节就做不出来，只是整个笔调粗粗的。那我宁可选细的，然后压一点，有一点轻重，这样哦。那这以上呢，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哦。给大家参考的一种握笔法，哦，以及怎么去写出这个轻重，哦，这，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